等这么长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另外一盆，我把它打开看一下，也是盖的比较厚一点。这一颗看一下有没有芽啊，也是出的有一个嫩芽在这里，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，有这么长了，植料现在还有一点点干湿干湿的这样子，不是很湿的那一种，反正干干的，外面是干的，估计里面是湿的。再来开一颗蕙兰看一下啊，看这一颗长得怎么样。苗还长得比较健壮啊，这颗还没看到芽的，还没有看到新芽。我不知道这一颗是不是新芽的，出的这么长了。